小蛋仔们，欢迎来到毛蛋的视频。你们刚刚是不是一直在想，大阿姨这是在哪儿呢？对，你们也发现了，这既不是工作室，也不是我的家里，因为我受到公司的邀请呢，来到了一个海边，这是离我家非常远的，我看看，1800多公里的深圳旁边的一个海边。对，没错，是海边，就是像度假一样，但是还是要不停的跟大家拍视频，做一个高产的 UP 主，简直太幸福了，有没有？因为我一直想，就是说，去到别的城市生活一段时间，并且也记录一下我的生活，可以就是换一个新的环境来跟大家分享东西、拍视频，把我的工作、我的拍摄工作也搬到这里来了。还有其他博主呢，也会陆陆续续的过来，所以我可以想象接下来的生活。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呀，所以这次过来非常的开心。然后今天呢，我就是想分享一下，作为一个美妆博主，我一天是怎么过的？因为这是我刚来这儿的第二天，还有很多的整理工作，还有我之前的片子啥的都没有剪，所以给你们看看我大概是怎么度过今天的。来到海边的第二天，现在是刚起床，刚洗完澡，所以我们先护肤。就今天啊，主要是关于镜头后面的生活，所以我把一个第三视角打开。好，朋友们，请看，这是我的相机，然后我就会在这里拍视频。这是松下的那个相机，然后外面碧海蓝天，超级美的。对于我们这个内陆人来说，就是非常享受这种景色。可能在海边的人觉得，看习惯了，是吧？然后让人身心都特别放松，这环境真的特别好。然后给你们看一下我的房间吧，有点乱，不要介意。就是我好多东西还没有收拾，然后那是卫生间，然后是我的床，那我就会坐在床头呢，给大家拍视频。Hello，这个视角还可以吧？喜不喜欢这新视角？坐在这个相机前面跟大家聊天、化妆，已经成为我的习惯了。感谢大家一直的陪伴，么么哒，么么哒。啊，真的是夏天没有过够，可以在这边继续过夏天，并且特别好的一点是，我可以消耗一下我还没有用完的防晒，所以疯狂的涂防晒。你们的淡而易中也可以稍微的放飞一下自我了。虽然我在海边，空气比较湿润，但是呢，我还是要给手涂一个护手霜。所以我这次出来还专门带了一个超棒的礼盒，它就是娇韵诗的护手霜礼盒。并且呢，这次也是请了3位法国调香师来调出的香味儿，味道呢非常有气质，真的是不输香水。这个手霜不仅可以滋润双手，并且啊，很厉害的是它可以给手心控汗，还能保养指甲。并且它是限量的哦，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在冬天之前来囤一套。白色的膏体特别容易推开，很容易被皮肤吸收，并且完全不会黏腻，就使用感真的是非常棒了。然后它其实这个香味呢，应该是特调的，所以它是挺有自己特色的，并且这个味道哇，你们必须真的要闻一下，特别的香儿。这个木兰花型，这种高级很有质感的香味儿，就闻得特别舒服的，然后就带有一丝丝的甜味。还有两个其他的味道，比如说这个橙花香型就是一个比较女人一点的味道。然后这个茉莉的花香型呢，这也是一个巨温柔，就完全没有任何攻击性的那种味道，然后也是一种很清爽的，这个我也挺喜欢的。就这三个就是不同的感觉。我平时就是有的时候会忘记涂香水，我觉得抹一抹护手霜啊，就举手投足之间就会散发出这种阵阵的清香，也会让人心情很愉悦，便感觉自己还蛮精致的。它这个包装也挺小巧的，然后就可以随身携带，随时随地做一个精致女孩儿。那这次呢，有给大家要到福利，会有10个可爱的小蛋仔会跟我一起感受这份精致。我自己真的很喜欢这个护手霜，把它摆在这里。今天我的早餐来了，还有一个面包，还有一杯美式。继续感受清凉的夏天。好饿，好饿。
my dreams. I wouldn't say that to you if it wasn't true. Oh, whoa, I know that you don't know it, but you're fine, so fine, fine, so fine. Oh, whoa, oh girl, I'm gonna show you when you're mine, oh mine, mine, oh mine.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海边啊，今天化的妆就特别的 wild。就是越画越狂野了，这个好久都没有做国际蛋了，今天欧美一下。啊，给我注入了新的灵魂，怎么样？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这个妆容 ？So next， 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去洗衣服。嗯嗯嗯嗯，用手机给它拍一下，看小金的妆容跟我的相机有没有色差。我相机会有一点吃色，哎，然后你们有没有看出来我的发色有变化？就前段时间我不是说要染头发吗？我就去染了，这次在理发店让小哥给我用那个泡沫染发剂染的 ，but 跟我去之前的发色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真好。给大家看一下窗外的风景，这里离沙滩太近了吧。上面还有一个这种小泳池，旁边这家还可以烧烤呢。嗯，在这边真的太享受了吧！我好羡慕住在海边的人啊。每天都可以这样坐在摇椅上啊，看看椰树，听听海声，看看各种比基尼漂亮妹子，太爽了！这种生活。就是这边的管家家里有很多猫，然后我们就想去抱一两只过来。天哪，这边也有猫猫可以撸了，走吧。哎，我们到了管家家里面，好多猫，我们要把这个小黑猫抱走，抱到我们住的地方。来看看这个毛茸茸的小可爱。天哪，没想到在这边有这么多的猫可以撸。哎，这个小猫咪长得太可爱了，貌美如花。嗯，看这里，看这里。然后呢？哎，眨眼，哇 ，wink 一下。好可爱，受不了了，特别的甜，眼睛还很大。哦，这只超酷的小黑喵，嗨！不知道看哪里了，给你们看大海。今天人还蛮多的，今天是周末，然后现在是在管家的家里，他们家有七只小猫猫。我们今天要拐走一只，好可爱，长得好貌美，特别软萌。我们要带走那一只，哈哈，那只小黑它叫黑妹，它也特别听话，很温顺。待会把它带到我们那边。加微信，给我一下，给你关注。求屁股。我感觉这几只小猫都不大哈，这个年纪应该也挺小，体型不大。嗯。这个你看它挺胖的哈。这里一个老汉哈，一个小孩子，摸起来太舒服了。两个颜色很配。哇，好漂亮。不要跑，我们把它偷回家了。但是它很听话，然后一点都不怕，就对这个环境很有安全感。因为它尾巴竖得很高。它是一只小妹妹，我这是第一次跟小母猫玩这么久。我家两个单身汉肯定很羡慕我。不要告诉他们。小黑妹，陪我一起剪片子吧，来。
今天拍的素材，待会要整理一下。我们在海边稍微休息一下，然后我跟小伙伴们一起去吃木屋烧烤，好好的吃一顿，带你们走走沙滩。白天的时候一直在忙，然后就没出来踩踩沙滩。嗯，这个海浪的声音让人特别的想起鸡皮疙瘩的感觉。哇，怎么好像女鬼哦，掉洞里了，是这样个大洞。好饿呀，饿死了。点这个呀，来一张。Hello， 又见面了，我现在已经卸妆了，然后去拿了我早上洗的衣服，在外面晒了一天。嗯，海边阳光的味道。然后我刚刚在剪片子。天哪，居然有人放烟花。浪漫。哇，这大别墅太美了。刚刚我还在剪片子，但是还没有剪完，然后明天要继续剪，现在的时间都已经将近三点了。啊，明天希望十点之前能够爬起来。嗯，你们晚上睡觉之前一般会干点啥呢？我特别喜欢看视频，就是看一些美妆类的视频，或者是追一些就是20分钟左右的那种美剧什么的。嗯 ，no， 今天的时间已经不允许了，我还是乖乖的睡觉吧。明天还要有视频拍，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那么，如果你们喜欢这类较生活化一点的东西，可以留言告诉我。在这边生活的机会真的很珍贵，所以我希望多留下一点点这种画面。一个是给你们分享，也是为了记录美好生活。广告词都说出来了。 OK，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爱你们。那我们要说晚安啦，晚安，拜拜，睡觉啦。